我问他，你了解共产党咋回事吗？你的祖先马克思就是基督徒啊，他能造到现在几百年、100多年、200年，你怎么还跟他整得挺近的呢？我问你啊，怎么我们就不能吗？因为基督徒是可以自由的说话的呀，基督信仰国家是绝对自由的，怎么我就不能说话呢？你的信仰里边，马克思是基督徒啊，完了你的无神的这个什么进化论的创始人，那个达尔文是基督徒，你怎么不问问他呢？他才200年，你怎么信他呢？